我其实并非你的生，上已柳若昭，参拜太子殿下。少年郎，我看你骨骼惊奇，结束老夫的衣钵传承，从此以后恢复世界和平就靠你了。你认识路吗？你觉得那功法会藏在哪里？ 真正的九阳灵诀就藏在无间山上，全力！我不能掌控了。父皇疯了吗？屠村，楚瑶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西子堂，飞到天涯海角，我也要把你找出来。